谢谢，一路顺风，一路顺风哈，谢谢，感谢，感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欢迎新，感恩收，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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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吼，即拢经过咱即个，因为最近最流行即个塑化剂，啊，阮这吼已经提起咱即个卫生所吼已经甲伊检验合格哦，所以恁即两天吼伫餐厅所食着即个饮料，吼，阮公司啊平等的嘛，真用心，惊讲人客食咸豆健康也无健康，都甲恁提过吼化验检验合格的吼，所以恁即两天会当放心来甲啊食咱即个下昼遐吼，啊，要来抵达咱即个吼天水莲饭店劳工教育研习活动，走走走。师爷啊，李师爷，还有我们的换专员哈，还替我们的总工会的我们的庄副理事长，还有到我店，你也无得来，我不介绍，我把给你介绍下去哈，所以一套早经都看了。当然，一对咱女方的教母，大家有目共睹啦哈。他是一常常跟他讲，伊讲照顾好一个老公就照顾。希望大家就是辛苦一点，好就帮我们这个工会各工会，或者是说我们的那个规划完善的那个劳工教育的那个研习活动。所以在这个理事会还有一个监事会在监督哦哈，那你干什么？别干懂了哈，所以两边都应该和好哈。我进这工会，这个理事会跟监事会好像说有一点疑问哈。你看什么料？你看。
就讲咱这国旅啊，拢是来咱这国旅这吼所在来佚佗。你讲到五分啦。所以一定爱来啦！啊，本来伊闽南是要叫人带的，这个。甘肃，欢迎咱来亲近咱这平民吼，啊，咱所有市民头家吼，大家午安，大家。真的非常高兴这个机会，你看一年多吼，第一次跟各位出来，真是非常的高兴。我想在一年半以前，大家给我的支持，让我这个机会追随大家啊，怎么把市政做得更好。
张那个张工，对，我张工，嗯，用点火火的，这脚踏船。饭店跟那个餐厅是分开的哈，所以我们的餐厅是在水上餐厅。好，明天早上的自助餐也是在出饭店的门的右手边的水上餐厅。哎，现在的左手边有没有看到水上餐厅？我啊，最上餐厅啊，咱这边。到要不起哦，别弄完，别弄完了。